福宝吧，她有点小调皮，她是比较淑女，她其实也蛮温柔，但是有时候也挺疯的，所以她就说是跳脱型的。加餐的量它是不一样的，萝卜、窝头、苹果和那个竹笋都不一样，是根据他们自己吃食的情况给他们分配食物。这就是我这十几年比较深的一个感受吧，就是也是一份责任嘛，就是。